啊，我阿雄啊，自从我用你寄来的金牛云公肾，胸坎十十，中气未顺，已经好啊。这次中秋连假有要回家吗？没办法，平常工作那么累，假日想要好好休息一下，而且阿嘎他有约我跟一群朋友要去唱歌。阿阳啊，来去来去，咱来去搞出好乐的。你刚刚不是说你想要好好休息一下？这唱歌也算休息哦？你觉得？你跟你父母相处的时间还有多长？至少20年吧。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，大家的寿命都很长啊。20年，我是说真正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哦。你一年只回去2次，对吧？过年几天？清明几天？什么时间会跟他们碰面？晚餐、午餐、还有呢？你跟他们吃饭顶多50分钟。所以加起来一天100分钟，大概1.7个小时。诶，你看，我跟他们完全没话聊，还一起吃饭1.7个小时，我够煎熬了吧？那我们来算算看，1天1.7小时，一年回去7天，乘以20年，就是238个小时，除以1天24小时，不到10天。十，你这辈子可以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剩不到10天。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啊？阿英啊，让我再看看你。我真的从来没想过能跟他们再相处的时间，竟然只剩下10天。或者可以不止10天。啊，话赢了。像我用你寄来的金牛，什么人不是啦？我这礼拜放假会倒去的，咱家阿爸这回出来行。